彩霞，你是安怎要把家己舞到这款地步呢？老夫人，你拄仔回来台湾哦，对这代志可能无啥了解。这个方彩霞为着要争财产哦，把规个花啊哦舞到迄龙家煞的，真正是最毒妇人心。这个天山老妖想要把我关入去啊，另外卖搁出来害人啊！我你是讲煞未？未破鸡破讲到七甲破了了，你莫遐侪话啦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等等啊。听老夫人的口气，伊敢甲方才熟熟识，搁个徛江边，安尼毋着甲总裁无对吧？等下我徛遮创啥？要毋紧啊，车开过来。是老夫人，我随去。啥？方彩霞是你的客查囝？是啊，伊是我伫个较早足久足久一个真好姊妹伴的查某囝。我着想讲，这个囡仔吼足奇怪嘛，甲我足有缘的，我毋知认伊做我的客查某囝。啊，因陈家破产落这事，迄个时阵伊的翁婿陈忠信，啊，规个人拢失志落去。根本就无迄心情来照顾这母仔囝，所以彩霞才足称心的，阿妈搬来甲咱住半个月。嘛，经过无偌久了后，咱就煞去新加坡啊。就是安尼，我毋知甲伊怎拢无联络，也怎拢无伊的消息。我就听讲你的好朋友的太太叫做方彩霞，我就是感觉足好奇的，毋知敲电话来问问金妈。才发现着，伊确实是我的客查某囝方彩霞，所以我赶紧要赶回来。我搁回来也是袂赴阻止你啊。就算你赶回来嘛无效啦，菜塘食菜菜卡死啊！方彩霞伊哦，为着钱财啊，无财害命，共款为着伊所作所为哦，付出代价。啊，这款代志吼，我嘛是心内知知的啦。是我感觉真感慨啦，啊，明明是个查某人，因的一生吼，这么坎坎坷坷，婚姻失败，甲外家搁断绝关系，嫁入去吴家这丛这么大丛的树啊，要来求庇荫，来做人的后母，伊为着要求生存，这一路上吼，伊毋知受偌侪委屈甲心酸，我若想到安尼哦，我就感觉。足唔甘的，敢讲，咱敢无法度出手来救伊一个。啊，我唔是无想要出去甲救啦。一来吼，我咪顾虑着辉煌啊；二来吼，方彩霞这查某做了实在受超过啊啦，无甲驾驶的姐姐吼，无法度。好人心啦，咱多才回来呢，唔通做了受面面。等过时阵啊，这风火头若过哦，我才请律师团想一个办法替伊哦减轻罪责。安尼看怎？哼，啊，你哦，暗时惊鬼，早起惊露水。你若阁无想要甲我斗三工，你爱直接甲我讲。莫去西湾当家家讲遐有诶无诶，你又讲到遐规大堆。嗯，阮也有啦，是崩彩霞啦。你大路唔行呢，你行迄个弯岭，就算讲死侪都会过啦。啊，不过偌侪吼，伊嘛都袂过。你若有心要安抚伊哦，你着尽心尽力做到够。就甲参像你阿婆阿强同款，阿敢毋是咧？看起阿妈这个老神通是怎样啥？敢毋是针对我转来？嗯，是草叶甲你讲的哦。毋是阿冠哦，专工来甲我斗这件代志啦。伊是发现着讲吼，阿强伫遐后面哦，安尼变鬼变怪，佫差点仔舞出人命出来呢。
伊是咧烦恼讲吼，阿强若是讲糊里糊涂，做出着去害着咱武功吼，啊来扫着风台马吼，安尼就唔好啊。阿妈，冤枉我。这代志真正跟我无关系啦。是安怎跟你无关系？你还我讲安尼，武惠宏甲伊后生搬落去山坎的时阵，你人敢无伫现场？阿元哦，甲我讲伊甲恁爸爸吼，伫迄个山区去撞到你出现哦。啊，唔好加在人有走，派人伫山坎等要救人，啊，若无这些拢是两条人命呢。你敢知这件代志有偌严重哈？阿妈。你就爱相信江少爷，不必相信我心，恁大细心啦，偏心堂姐。哎哎，你大妹啊，阿妈讲一句，你甲我应遐尼啊侪句，你唔接受你的爸阿母的心甲白上天啊，你是够袂当哈？好了，妈，卖生病了哦，身体要紧哦。你正在讲啥？迄囡仔已经强要走正去啊呢，你还搁咧为何还搁替伊讲话？无道理安尼啊！乌狗偷食，白狗受罪。我无做诶代志，我无要认啦。你敢点叫？无认就是准拄煞呢。佮你阿妈咧大细声，嘿，囡仔无好啊，甲你教死哦。尴尬以后哦，摆伫你诶手头啊啦，你。免讲遐尔侪啦，来讲嘛听。过来，好好面对尴尬姑妈，来承认反省你家己毋对。妈，恁是不是对超强有啥物误会哈？啊，若无我哪会看超强，敢若有满百委屈同款？伊都毋是一个毋知影好歹的囡仔，有话好好讲啦，看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吼。妈，拢超越啦，阿妈有白讲，阿我让阿妈来接嘛。来，超越。阿母对你无够好嘛？你现在做变那对超强？妈，超强，我是不是黑白讲话你足清楚的？张文耀英救着武当白阿囝，武当的亲嘴讲是有两个挂面具的人带因去山区的，迄两个人的体格就甲你甲大威差不多。昨你佫讲你有代志要处理，就无甲阮做伙去丽萍阿姨遐食饭。这一切拢受过拄好啊！啊，搁有武当白阿囝失踪的代志，甲陈东俊的代志，有真济的手法是共款的，所以我才会怀疑讲是你做诶。江朝的人到底是毋是亲人啊？啊，迄挂面具的人，你敢有看清楚？无嘛，你看一下，生一下，硬要诬赖我，搁甲阿妈黑白讲，阿妈误会我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想要伫个感觉有表现吗？无需要安尼甲我糟蹋。你是要白讲啥？我是惊你假骗去，那不是阮阿英算准啊，会出代志。你即马身躯顶已经排两条人命，你知影无？好啊啦，莫阁遐查体会倒啊。阿姆，含害超强对我来讲嘛无好处啊。那不是惊伊会做糊涂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管伊啊？你管好你家己就好啊。五年前不知道是谁吼，为着脾气大的代志，甲你阿伯过去，直接离家出走。最近知影讲你阿伯脾气啊，才甲锁转来。我可劝，拄啊好就好，莫靠生阿妈笑你。你阿伯无要甲你计较，你话就会当三日后白讲。来，什么在讲啥？这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当年哦。让超越去到离家出走的人，唔对的是我啦！你要来炒恁饭，你要讲来，我艰苦心。我只是想要让超越知影讲吼，伊一个镜头咧比别人的时阵哦，有四个镜头咧比家己的啦。你讲煞未？你是啥物身份？家己歹摕镜照看。阿元，敢着到你来教事情？搁再讲，中年怎会是咧教囝咧？你怕阿强怕骗去，你才在暗唬伊。敢讲你就是要等伊哦？代志抓到足大条啊，拢无在收煞的时阵，
到时你要头无目屎，你才甘愿哈？舞蹈应当的代志哦，你有出手无出手，你心内知知。哦，你慢等吧，把证据摕在你面头前的时阵，你是话歹看，还是即马接受处罚？我告你妈阿妈哦，拢给你一届哦，重新改过一机会。爸，我。你我今日死做是为着阿强好个呢，你无代无志，你牵着我彩霞身上是要创啥？你骂人是婊，那咧我问你，你又搁是啥物黑色？惠弟，恁即摆就是找无超强，插手母家代志个证据，敢毋是？你若是敢扛着超强，我就甲你拼！你即摆是威胁我是毋？威胁你又搁安怎？较等下我就买机票飞出去。我就看寰宇集团的股价会落到什么程度，你唔通袂记得哦。顶边我离开你的时阵，寰宇集团的股价落两成哦，你就看我敢是唔敢。啊，是怎样哦？恶车业主无药可医，卡袂到你要用飞出去，飞出去，这话咧威胁着众人。我刚已经回来了，我伫个遮，我敢有可能去掂掂的？啊，我也相信讲，阮尴尬的地基也足稳的。我再看你有在钓个油叮当啊无？啊嘛真拄我好，你若是爬出去吼，我用个照三顿来驾驶着阿强，我逐顿甲拍，拍到伊乖乖做尴尬的乖囝孙为止。啊，若唔信？你再试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啦！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人是安怎要吵架呢啦？我相信阿强经过这届教训哦，已经好乖啦。我咪决定啦，打算家强哦，交黄金来合适公司事务。囡仔人有代志做，较袂受空受帮啦。阿伟啊！我一定要好好啊吼，加强啦，你唔通就完咯。我来休困啦。可怜啊，看到就断啦，妈咪你看来要是爱抹油啊吼，看到就断啦。阿爸嘛知影。超强这阵啊，做真侪照离谱的代志，伊是安怎阁继续安尼暗号伊的？